大家好啊，今日介绍一只意大利嘅品牌 Squire， 每只都系瑞士制造，瑞士机芯。Squire 系一只历史悠久、专做潜水标嘅品牌，好多玩开潜水标嘅标迷都好中意呢个牌子噶。咁今次介绍呢只就系500米入门版，质素好好嘅手标。我手上面揸住呢两款咧，左手边就系渐变蓝面，右手边咧就是超夜光面。首先介绍下渐变蓝面啦，蓝宝石水晶玻璃镜。渐变蓝面配搭橙色针，好抢眼。标壳做咗抛光嘅处理，再配搭埋螺丝锁拍的。今次配搭咗一条好柔软嘅防水胶带，而标底都采用咗旋入式锁底。再嚟介绍就系一只好特别嘅超夜光面，为咗同夜光面有强烈嘅对比，所以 index 同埋时分秒针都系采用咗黑色，所以喺夜晚嘅时候就特别清晰啦。戴上手臂，大家睇下。标面直径是 42mm， 500米来讲都算薄身和轻巧。这两款标都有个超级笋价给大家的，有兴趣可以去我们店铺试一下。今集介绍到这里，下集见。